大。嗯，大家伙。哇哇哇！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刚，今天又出来钓鱼了。不过今天的主钓手不是我，今天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我要教一个小白，让他来两个小时之内学会钓鱼，然后还把这个老板给盘了。走，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小白是谁。你好，邓老师。今天我要教的这个小白就是这位美女，是聂小雨。钓过鱼没有？以前我钓过路亚，没有钓过台钓。台钓一次没钓过？没有没有，这台钓一次没钓过。两个小时之内我不仅要教会他，还能把这个老板给盘了，所以我们得先得有一计谋。这个计谋就是讲价。你要利用你的优势不停地跟这老板讲价，你一定要讲到这两个小时不能超过100块钱。100块钱？对，这个任务能完成吗？没问题，我试一下。我估计这个他应该是没问题，很轻松，比钓鱼肯定轻松多了。我可以这样好问问他。老板，我们来钓鱼。谁呀？你好，你好，我们来钓鱼的。你好，你好。对，你们这个钓场大概是怎么收费？嗯，300块钱两个小时。我看你好眼熟，小雨。啊，对对对对对，啊、我是你粉丝。对对，那个，那你既然都这么熟了。能不能便宜点？200块钱吧。200块钱。你什么鱼啊，钓友？有草鱼、鲤鱼，还有青鱼。鲤鱼多吗？比较多。大不大呀？多大？3-5斤。哦，可以。哦，那300块钱太贵了，可以便宜一点吗？你们一个人钓吗？对，我一个人钓，这是我助手。是，我助手。我抄鱼，我是抄鱼的。抄鱼的。好眼熟啊。抄鱼。不眼熟，不眼熟，那个，就便宜点嘛。100块钱，但是得合影。没问题，合影没问题。想吃鸡吃鸡，想吃鹅吃鹅。今天突然一下想把抛竿学得那么好，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就把它开得稍微硬一点，黏一点，紧实一点。这样的话，你抛着它不会掉。你只要不会掉，它等一会儿它就自己在里面一胀了，那个鱼一吃，噔。就上钩了，还是一打就中。看见没有，鱼是这样钓的。貌似懂了，先教一遍。好，左手放在这里，就别挂上去就行啊。对，右手就握在这里，等会儿往上一挑就出事啊。再试一下，尖子放低。嗯，好，这个放这边一点。好，往上一挑啊，不用力。哎，成功了80%。很简单的样子。对。线压下去，往后拖拖，好，再可以了。嘎！哎呀，打了个空杆。哎，去哪里了？哎，这还是自学成才不行啊。证明饵全掉了，是不是被鱼吃掉了？他把饵吃了，钩子没进去，这就是钩跟饵分离了的原因。小的再吃。动了，动了，动了，动了。打！我说是小的在吃、啊，怎么这么一点点？来来，前菜一般都上的比较小，因为我看着它吃的时候就感觉它挺小。但这是我台钓的第一尾鱼、哎，我发现了上饵才是技术活。这个由于小雨平常在家里不干家务，净说实话，什么汤圆之类的做的少，所以这个上饵水平有点差，我就帮他一下。等他以后成家了，会做汤圆了，估计这个帕尔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扎心！哎呀，这个抬的是多抬一点，这个太难了。抬起来呀，你就是往上一抬，抬起来，抬起来。你别抬到一半你就放下来了，浮钓率高。对，再来做一遍，抬，好嘞，完美，压线准备中鱼了。这样可以吗？可以。来，一级战斗姿势。哎。大，又是小的，哎呀，小宝贝儿呀，是因为饵太小了吗？连网子都不需要网。老板来了，嗨，老板你好，哎，台钓真的好考验耐心哦，你看我都钓不上来鱼，是吧？是不是应该改成50？嗯，老板，你要不然你给我，哎，来回。哇，为什么全是几两的小鱼 ？Every time 都是小鱼，这100块钱估计都搞不回来呀。
老板，我这样有点亏了，你要不然再给我便宜点吧？你看我这钓的鱼，钓的不好送你只鸡，好吗？真的吗？一只鸡，然后再给我便宜50块，可以吗？您真好，祝您发大财。都这么小怎么办？名字就叫小雨，你还想多大？我改名吧，我叫聂大雨。我觉得行。哎，他好像在吃。哎，对，小的是吗？不是，老师你刚说是大的呀。大。哎呀，这个稍微大一点点吧。哎，好大。哎，红的。红的。嗯，真的假的？这条鱼值50，我不信。这条50，你总共是100，已经回来了。哎呀，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这条漂亮，这是黄色的，黄色，哇，这是什么鱼？我跟你讲，看到这条视频的朋友们，你们今年大发了，看到没有？金色鲤鱼，借鱼发财，不能说这种话吧？你随便你说，估计马上就跑了。哦，大，嗯，大家伙，我去，我去，我啊，我啊。啊啊、不是，这个我不信。好大！我去，这个就是太大了。好，慢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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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卸一下力。我的天哪！看着没有，大鱼来了。哇，有线的声音呢！慢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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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悠着点。萝莉，萝莉，这下挺大。哎呀，这条好大呀！这条好大，这条肥的嘞。嗯，现在你这样钓下去，钓个100多块钱的鱼回来一点问题没有。嗯。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回本，是那个鸡和鸭鹅。嗯。所以你现在要发挥优势，说服这个老板，说你要上洗手间的，让助理钓一下可不可以？一定要说服他啊。没问题，交给我了。哎，老板。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我让我助理钓一会儿。好，随意、啊。好吧好，那我先去了。你的地图也看到，是吗？老板也太好说话了。嗯，现在我就把二料调整到一个战斗状态啊，就软一点，这个好上一点，鱼就入口会快一些，这样节奏会快一点。这个饵外面有点湿，特别黏，再把口底往上一按，粘得牢牢的，看到没有？这大麻团。然后一边在水里面散落往下掉，一边就有鱼接，所以基本上一到底就是一口。中鱼，第一尾。我现在饵上的很大，尽量不让小的吃进去。由于这里面有大有小，所以我们饵料尽量要上的大一点，还要上的硬一点。然后看那个动作，小动作这明显是小鱼，可以不打，等那个大的瞪口好动作再打，尽量打里面的大的。哎呦，来了，哎，又是一花的，他是花的50了，不这就100了。哇塞，新品种吧。什么品种啊，这么大。哎，你会不会啊？我会我会我会，我可以的。鱼在哪儿？哦，草鱼。哇，这么大。嘿，好大呀这条。超超超超单上。哎，快给我。换人。来吧你。哇塞，刀老师，这是什么鱼啊？草鱼啊。草鱼。对，吃的那个酸菜鱼。我刚看你钓上这条鱼，给我急得够呛，笑死我。还得是邓老师。哎呀，青鱼，青是稀奇古怪的新品种啊。哎呀，瘦的像条蛇似的。
哎呀，什么家伙，这个大劲！哎呀，哇，我胖胖的，圆圆的。又来了，又在吃。你看看，呀，多大！这一手抓不住啊！老板，老板，快来看看，看时间到了，我的已经做了，不掉了，在等你。掉多少啊？掉多少？你看看吧。多吧。我们来看看有多少鱼。啊！哇塞！我感觉有100斤。五只鸡，五只鹅，五只鸭，您看行吗？可以。那得把鱼放。可以。鱼不能带。鱼放。我赶紧放。放。我以前没这个待遇啊，我觉得。我换两只鸡还说半天好话，这次换五只。这老板，你跟你老婆商量了过没有？这你能做主吧？没有。我们走的，你们不会扯皮吧？走，抓鸡去。此钓场以后禁止女钓手钓鱼。打卡东京和网红钓点是什么样的体验？大家好，我是邓刚，今天来到了我特别特别想钓鱼的一个地方，武汉的东郡河。这个地方每年到四月份一直到11月份，钓鱼的人都特别特别多。由于是免费钓场，这里出鱼情况有时候也蛮好，钓得好的时候可能钓几百斤，钓得不好的时候也有3-5条。所以这里钓鱼的人特别多，今天我就到这里去试一试。现在天刚刚亮啊，你看这还有很多位置空着的，这些空着的位置就是昨天晚上提前的占位置的，所以等一会儿你再看，从那个地方一直到那个地方，那是人一个挨一个，一个挨一个，就像打竞技比赛一样。粉丝都太热情了。钓的没有啊？这里面有鸡没有羊啊？一看就是老粉丝了。你几点钟来的？我刚刚来。刚刚来，开始钓了是吧？我刚刚获得鱼了。哦。先抛一杆打窝子吧。哦。先打个窝啊。下去就有7-8米。哎呀，神位！还遇到一位大爷级粉丝。水深，我就要钓深一点啊。要是鱼坏，总有口打不着，我就要钓浅一点。你现在就喜欢钓几深？刚开始钓个1米5-2米试一下。根据他的动作来的。啊。温度高了再浅一点。不是，根据鱼的动作。你总是打空枪就要钓浅一点。这是最帅、最值得尊敬的粉丝。多大年纪了？77。77岁。我要是77岁，像他这样还到处钓鱼，你说你们是不是爱死我了？这一碗牛肉面呢，你必须带牛肉的。你等会儿那个不停的抽，你不带牛肉的，半小时就搞累了，就那个了。要热干牛肉面，它才顶得住。这谁给我拌的？这一片牛肉都没有，您这大早上都没见那个肉，这。其实很多地方不欢迎我们钓鱼的人呢，主要是我们丢下了太多的垃圾。我们要每次捡得干干净净的，别人肯定挺欢迎我们。多好的健康运动啊，是不是？我们先把它一剪。旁边的人说有口了，有口了，慌到我就是面也没吃了，赶紧来。钓鱼的人最怕的就是你说有口了，一说有口了，我们慌得不得了。像这种流水又大、风又大的地方，我们饵一杆的可以稍微开干一点啊，有时候1:0.5的水都可以。不然抛不出去啊。由于这些地方钓鱼啊，它是属于那种自然水域，在允许范围之内，就是单钩你是可以做钓的。再加上在这个东郡河这里钓鱼啊，单钩一点都不影响。为什么呢？这里的鱼听他们讲说追饵，所以你说上钩上个饵，下钩一个空钩，让它吸这个空钩，空钩它还不吃，它就吃这个有饵。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单钩上饵其实挺好啊。
由于这里钓鱼啊，它只允许用单钩，其实这个影响倒不是挺大，影响大的是这个流水，它一抛下去嘚嘚立起来就一米，再一会儿就两米了，所以这个节奏一定要快，你不能抛下去等了半天，那个肯定就不行，节奏一定要快，把鱼就留在你前面方那个一两米这个范围之内就可以了。你看这浮标是一立起来就已经到中间了，其实我抛的是右边一米，现在开始往左边走走走走走走走，已经走了左边一米了。哎呀，怎么那样的口啊？这是丁老师什么情况？等他吃我的，我再知道什么情况。哎呀，来了！哇，终于了，旁边。这里钓鱼就是一旦要是来了鱼，就大家都来鱼了；没来鱼，大家都没来鱼。而且钓着鱼，我们都要互相让一下。哎，那还嫌小，现在真是最靓的仔。哇，中了，中了，中了！哦吼！哎，有口，来了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才第一个口，还没立，有口了，来呀，马上我活啊，哦，这个是搭桥了，我活的可能性80%。真的吗？白莲白莲白莲，前菜前菜，毛中的那个腋下，超子健超子健，差一点我活了哇！这抄进去要出来了，抄抄抄抄抄，来第一尾第一尾第一尾，前菜啊前菜都是白莲，走你！哦，这里钓的人平常太多，脱钩也多，这个加上现在吃的都是莲子，所以那个空腔会多一点，这个时候你不管它，节奏打快，鱼一多了它抢着吃，自然就空腔变少了。黄石的这么好，还有女粉丝过来看你的，哇，这还有女粉丝，你看这我把这鱼不要不要的是吧，还有个镜头呢，还有个镜头，谢谢。哎呀，我是真的，鱼得大，鱼得大一些。哎，你不能播广告。哦、哎，对。可以，我可以给你用。哎，我有，我有，谢谢，谢谢。昨天谁笑我的粉丝都是老太太的？你看看别人的长得多漂亮，年轻。狂客，狂客。白莲白莲，跟我们这都是友好比赛，看到没有，都互相让。哎，这个鱼怎么这么短呢？这个人说九点钟就九点钟啊，准得很呢、啊。可以吧，这像个边鱼。人群聚集的越来越多了。上班上班。你看一看，看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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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优先女粉丝，先拍一个，先拍一个，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来来来，哎，等一下，不要挤啊，他等的是弯曲噻，不能，这个收上，好，谢谢，我拿出来。中间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东京河段的环卫阿姨每天徒步几公里收拾垃圾，特别的辛苦。我前几天我在想，我说我们群里面的谁集资搞个30000元给他买一个电动车，他效率就高了嘛，就搞得过来了嘛。我说刚好邓大师在了，商量一下这个事是吧、我们集资给他买一个电动车，这个三个老阿姨大叔他们搞事就快一点了嘛。可以可以，预算大概就是4000块钱左右。4000块钱是吧？对，我出500。好，来来，我现转给你。没有，这个是正能量的事情，需要来来来来，这个需要你是不是扫这个？没有没有，不要不要。
我现在听老哥叫王伯，王伯你让不让我说的我这样，我给你加个微信，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钱转给你，然后你把那个电动车买了，你跟阿姨一起就拍个视频，你就发给我们看一下就 OK 了。感谢天元，可以吧？可以，你带我坐的是，然后你就拍个视频嘛，是吧？哎，你这就买了新电动车，让你哦，活饭小凳子，小橙子。啊，可以。今天在东运河，只是赶着东运河的一个尾期。这边对于武汉人来说，这边是钓鱼的天堂。不过今天由于这个粉丝太热情了，总共钓鱼2小时，照相3小时，所以这个今天又是在疫情并没有完全被控制的情况下，这个人员不断的来的太多了，不仅现在是我钓鱼也感觉不太好钓，连旁边的钓友都受到我的影响干扰啊，所以我今天就先钓到这里。我们钓鱼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钓多少鱼，你哪怕钓一条回家还是钓10条回家，家里冰箱永远都是满的。所以他钓鱼他是享受这一个过程，并不是要钓多少鱼回家吃啊。所以今天这2条鱼我就做个示范，就带头放流，希望我们其他的粉丝在这种自然水域里面钓鱼也就带一条鱼回家就行了。其实带一条鱼回家有个什么好处呢？你老婆会更爱你。